我打不到他！我打不到他！我在救！我在抢救！我操！锁头！锁头！我操！才真锁头！对面也是锁头！救一下！不确定，不确定，你这动作，你这个专业动作，一个专业术语啊，把人气死，你这个专业动作非常专业，你不能从右边拉吗？你不能上京东道吗？京东道不能上吗？哎呦，打我头没死，看到没？哎，我扔个雷，我就是雷，死了。我就说这个人，我从头就亏到过他，但是为什么一直动静不大？上去打吧，救人吗？我的意义。打哪里？还一个，带我下车看到两个人。我拉了。这也没有。他是妖言惑众，让你自己死呀！啊。 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我刚刚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？那两个人有他一分？还有一个。坏了，他妈的，这怎么长了个电线杆出来？有雷要吃雷了！我操你的！最后一下票。我操你的，马是真马呀！今天确实脑袋是懵的。